大家好，我是《星岛日报》美系版社长连江峰，在这里恭祝大家新春大吉，身体健康，牛年行大运。各位所有的观众朋友、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星岛中文电台国语台的节目总监海翔。在这个牛年即将到来的这个节日当中呢，祝福大家呢牛年多财气，旺牛载运，福满天，恭喜发财。牛年的春天终于要到来了，忙碌了一年，终于可以和家人团圆，准备过年了。在这里，李晨祝愿所有的朋友在牛年身体健康，牛气冲天。今年是牛年，有牛就有德，德祥云笼罩，享幸福安康，乐阖家团圆，德吉星高照，祝事业有成，兼财源广进，祝一生平安，愿快乐到老。牛年到了，您说的是牛话，办的是牛事，发的是牛财，走的是牛路，开的是牛车，碰的是牛运，总之2021年你最牛。